蛋不是一盒一盒装在一起？对。前两天听得蛮好笑。嗯。十盒一装嘛。嗯。第一个鸡蛋就坐在里面，放在冰箱里面。哎，就跟第二个讲，哎，你看，那最后面那个蛋好奇怪哦，都不像我们，怎么还长毛啊呢？哎呦，第二个说，哎，是吗？我看看。哎呦，对了，好奇怪哦。又跟第三个讲，第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一直讲，讲到第九个说会吗？第十个、啊，哎，一回头看说，哎呦，哎，好奇怪哦，你怎么跟我们不一样，还长毛啊？讲到第十个蛋讲话了，说我是奇异果啦。放错了，放到一个奇异果。哎，这听好像不好笑是吧？好笑啊，因为我听过啦、啊。你听过？不是我讲，不能笑。